那今天就收工了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，下次走。大家好，我是虎符骑射。我在 B 站开始有做一些摄影相关的节目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找了几个跟我一样有摄影爱好的朋友，那我们就跟风做一个主题。我们找一个模特过来，那我们有四个摄影。今天的模特叫哪一个？他是我从300万个报名参赛的人当中有那么多吗？挑出来的，所以绝对是最优秀的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其他几位摄影朋友我也会一并介绍给大家。那因为各位你看我节目的话，我是做了10年的模型玩具的开箱，那我过去都拍塑胶的，然后这3年我们开始做一些人像还有 cosplay 的摄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阿彩。那我是从事 Sony 的相机贩售，也至今大概也将近快10年。那期间当然我都是拍风景啊，包括说猫咪、猫猫、狗狗之类的。啊，现在的主要工作还是贩售索尼的摄影器材。那包含说我有接一些商业摄影，商业摄影最主要还是以实物为主要。那人像也是偶尔兴趣会拍。啊，今天胡大就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拍摄的活动。我是易华，那我是本身从事餐饮工作者。那我接触摄影是因为一开始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我需要旅游，需要那个什么，就是学校也在日本，然后我需要记录我的生活的一切，所以我有很多的风景，然后跟食物的照片。借我朋友介绍啊，认识了胡大，然后我们就一群臭皮匠，然后就和在一起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金，感谢虎符骑射胡大邀约参与这次的摄影企划。那我平常主要是拍摄 cosplay 角色扮演，偶尔也会拍拍人像或者是原创之类的。那我最喜欢就是拍帅气的男角。会入摄影坑也是因为看到朋友把 coser 出的角色拍得超还原，才会想要自己也来拍看看。而且比起站在镜头前，我更爱幕后的工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盖，谢谢今天胡大的邀约来当今天的模特。那我玩 cos 大概已经玩了有2年的时间了。那人像是我第三次做人像摄影的部分，希望今天的活动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观赏，谢谢。然后我今天的话呢，是用了这个相机 ，Sony HEM3， 这算2018年推出的平民神机了啊。然后我今天的话，只会用一颗定焦镜头，这个也是 Sony 原厂85定焦 f1.8 啊，这个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个镜头啊，台币大概16000块钱左右一个，已经很好用了啊。今天用的器材都是非常平民级的啊。我的话就今天做第一个拍摄，那就我们来个第一个位置。放轻松一点，你先坐这边就可以了，我从这边给你带一张，好吧？来，准备喽，3、2，再来哈。很好，对。来，3、2，我今天使用的摄影器材是使用 Sony 的 A73， 那我搭配的镜头是 Contax G 系列的镜头。那我今天我有带28、45跟90出来，因应不同的场合。
那这颗28也蛮是我蛮喜欢的广角镜之一，因为它的变形一直做得相当的好。对，那这个蔡司系列的部分呢、啊，它色彩还原度非常好，虽然它没有大光圈，但是色彩真的是很非常的耐看啊。我们去那座位那个。我希望你又坐在这边，然后假装是一个下午的感觉，不用无视我的存在就好了。对，很自然的。脚的动作调整一下。好，你再脸一点点过去。对对，好，这样子。撇回来一点点，对，这样子。这次的相机我准备的是尼控 D780，镜头是58F1.4跟70-200F2.8，就是俗称的小黑漆。不过这边的场地真的很大，很适合这种中长焦段的镜头，整个空间压缩感拍起来真的很漂亮。十分钟的挑战，对我这个慢手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希望今天的照片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啊，走，我们去那边拍。上来个帅气妹子的风，快点！对对对对对，东西可以先放着。好，来哦。好，来下一张。来，上来往上看哦。很紧张哎，别这样。帅气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易华。那我今天使用的器材是 Sony 的 A7R3， 然后加上巴提斯的蔡司85 1.8与40 2.0，这两颗镜头是我目前主要的镜头。因为那我等一下第一轮的照片的话，我会大概集中使用在40焦段的这一颗，因为也算是为自己做一个挑战。来，一二三。我觉得风景可能也是很厉害。然后带一点紫色的花草。哎呦，一二三，开喽！这个白墙就有那种摄影棚白棚的感觉，所以其实是非常的现成。好 ，OK。